从我的血让你苏醒的那一刻开始，我们的心就连在了一起。 你就当是做了一场梦，梦醒后发现，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不老不死，一切都会回到原点。如果这是一场梦，真希望自己永远都不要醒来。 我到现在还挨打，是不是挺丢人的？